就直接在舞台那边。但是我们大概要什么时候？他们会叫过去催场吗？对，其实那个美食专家一结束，所有的人都他们去那边拆麦就已经可以去那边。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？我们来叫慧仪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过去了。慧仪姐在哪？慧仪姐，等下会坐在这里。啊，好，我就跟她搭上。这个很好。OK， 先。那现在，我觉得你可以先坐在这里冷静一下。我都十几岁。Some people here are going to be going to Hawaii。哎，那些东西不能上舞台。哪些东西？不是我们说有吃。我们剧是可以的，我们剧是餐厅。我跟他们讲过，我们会有一些吃的东西上，所以哪一些东西？好，那你帮我拿给扣好不好？嗯，好，两分钟开演，两分钟开演哦，各位，我们两分钟开演喽。不是要透支，因为他下面说一定要这开始，所以看一下准备的。那个楼上的，我们可不可以看？如此的吸引们真的好烦，游河不行吗？游河可以到阿克利亚表演艺术中心。为安全起见，请您环顾四周，找到您座位及紧急出口。为保证演出效果，请将您的手机调到静音，请不要在剧场内饮食。表演过程中，八七三二一，明末清初，朝廷昏庸，宦官当道，民不聊生，盗匪横行，百姓人人自危。江湖豪杰等天下第一铁骨，独孤求败，自愿行命捉大佬，见义勇为，不恶不作大盗，鬼见愁。这一刻，他们终于狭路相逢。一场腥风血雨不可避免的就发生在武林客栈。